抱着手，喝完这杯酒，我们要不再去哪里走走？今天已经很晚，也算是个勇敢。开了吗？开了吗？开了没？诗梦，嗨，哎呀，怎么看着怪怪的呢？石梦，你这个你开的这个美颜吗？你这个美颜开的也太美了吧！我没开美颜，你还没开美颜，我的下巴都快尖出屏幕去了。我没开美颜，灯光的问题。不是啊，不是，我真的我你这还没开美颜，我有这么瘦？不可能，我你天生就是。我调整一下。我不可能开美颜。怎么调啊？快过来过来快快！我们家从来不用美颜。你这个美颜还没美？我从来不用美颜。不可能，你就是一个活在美颜底下的人，快！怎么调啊？你自己进来看一眼。哎呀，你这都拉满了，干嘛呀？你这个瘦脸都拉满了。啊，没有啊。哎呦，你看，一键给你取消了，这个才是我。没什么区别啊，这还没区别，这还没区别。你这真的是诗梦，你就整这个。哎呀，这样看的舒服多了。我胖了一些最近，但也没有刚才那么瘦吧，太吓人了那个。但是这样有点黑，我觉得。哎，我怎么把那个？对，太黑了，我想把那个调亮一点，但是要拉满吗？不要瘦脸。哎呦我！你把这个给我拉掉，不要这个。你这瘦脸瘦了太吓人了。啊，对，这才是我的脸。你还大眼，你哎，这才是我的眼。就稍微美，就稍微哦，这个是正常光。这个又太白了，稍微白一点点吧。嗯，这样亮一点。这主要这个酒店里它灯光不够。嗯，可以。把瘦脸关掉就自然多了。好一点吗？现在看黑不黑，是吗？不黑，很白。我脸胖吗？你自己觉得呢？有一点儿。我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呀？哎呦。没事，就这样吧。你那个主要太过了，你那个瘦脸瘦的都飞起了。我最近吃胖了，最近没忍住啊，吃的比较多。我们要干嘛？就可以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想要问的话呢，也可以打在、这个。你不会是个主持人吧？这个弹幕上边，我后悔了，我能不能重新看一次？我稍微把脸瘦一点点，我怎么那么胖？我刚才不应该搞那个一键取消，坐直一点。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大家在弹幕里边打的问题啊什么的，你也可以跟大家提问。因为就是新专辑发布之后的第一次直播。我提问。对。我能看见吗？你觉得？我怎么看得见？我得一目十行。你可以这样可以暂停，这样子。我先从我这点。这样子可以暂停它。好的。等一个有缘人。哎，我可以用这个手机进去是不是？可以。
我没开美颜，朋友，我已经一键取消了，我只是加了一点亮度。现在这个只是多了一些亮度而已。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一键取消是什么效果啊？你看，现在我与一键取消，不对，我与美颜只有一点点，200的距离。那个，我把这个灯光开亮一点，你看，你看，刚才石梦那个真的是把我的脸都 P 到哪儿去了，你看，是不是没有区别了？刚才还有个大眼呢，就这样吧，亮一点。我真能看到了。对，然后你就是这样划它的话，它就可以暂停，或者你往回弹。好的，大家可以开始提问喽。提啊？提啥问呢？采访现在开始。我还没学呢，还没学呢。我去给自己放了个假。哎，我那舞都不知道编了没有，那个老师好像可能也中断了吧，我得回去问一下。啊，我以为你要侧拍。什么？你这突然到旁边，我以为你要侧拍呢。刚才说啥？还打王者吗？打呀。实体还没弄出来呢，实体还在路上啊，现在在赚钱出实体。顺毛好看，顺一个，我咋顺？我现在去洗个头，然后我吹干，大家再相见。顺毛那是日常生活中顺毛，这个是有造型的，好吧？有不同的感觉，造型有造型的感觉。顺毛，说实话，我顺毛的样子并不想让大家看到。问你在时光欠的九宫格什么时候发呀？哦，有这回事吗？没有这回事。不是，那个是这样的。哎，那天那个不是说让他删了吗？减去那个问题。好像没有。他给我播出去了。不是，那个是没装那个，我这录。那个他问完我之后，我说那段给我掐了，我说我不自拍的，给我发出去了，很尴尬。后来我本来想的是拍一张，然后切九个格子。哎，你不要说呀。啊？你说了大家就知道了，你就不能这样发了。啊、那我当我没说。照着你气氛开始感觉不错。他问你会不会有旅游明信片。明信片没的啊？应该有吗？哦。为什么？因为你拍了很多照片。啊？哦，是说我的照片啊？啊，我说的是那个明信片，我以为你说的是买明信片了没？就是照片，问你什么时候发你的旅游照片。我没有旅游照片，我旅游不拍照片。
哎呀，我这不行，我躲远点。你这个拍的我好胖。今年会不会安排演唱会啊？不知道，还不知道。等会儿，是问我啥？哎呀，看不到啊。She's getting closer。 怎么给我整出了双线吧？我刚才那个设置的很好的。我刚才还是草率了一点。哎，我这么远好一点是不是？小胡下班记什么时候更新？小胡下班记是啥？等会儿，是你进了脸大，你脸圆。这位朋友，你礼貌吗？不要说实话好吧？我也知道靠近了我脸大，我脸圆。我现在靠远，我现在离得很远。你做完面膜了？啊！假睫毛做了个面膜。他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变成全屏？就是把这个变成大一点，我能看不见。那我这样我看不见。这样你都看不见了。他跳得太快了。你要这样看，就是你要这样子，就是你要自己控制他的节奏，你按着他，你就可以看到。哎呀。哎呀，你能看见？我根本看不见。你要按着它呀。要不就直播敷个十五分钟的面膜吧。我是心有多大？我在这直播敷面膜。我都能看见。和西林合作的那首歌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发？我也很想知道。应该快了。你别应该快了，两个月前你就跟我说应该快了。正面回答大家的问题，什么？什么快？快？什么回答问题？大家问你和西林的那首合唱什么时候发？诗梦，请回答。快了。你还说我敷衍？你这个敷衍，你这跟我刚才回答那个九宫格有什么区别？我是真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这歌啥时候发，我是真不知道。但是诗梦也不知道，我觉得就。这个就那我知道，我也不能很尴尬在这儿说呀。你为什么知道不能说？啊？你为什么知道不能说？你为什么知道不能说？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诗梦说他知道，但他不能说，他不想告诉你们，好吧？就是让大家有期待。好，不要说了。咋大碴子味儿那么重啊？对，我这个东北话一直都挺溜的说的。我的口音比较常变，有人让我不要凶诗梦，我没有凶他，这是我们正常说话的语气。要不这样吧，既然说到诗梦了，我让诗梦给大家助个兴。他这个研究了一个，大家听过微醺，大家听过微醺这首歌吗？
大家听过微醺这首歌吗？就是现在的这个背景音乐。大家有听过微醺这首歌吗？啊，石梦卫这首歌呢练了一个方言版的中间的那一段 rap 啊，就是他这个成都话，成都话的 rap 啊。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个音乐，然后让石梦给大家秀一个，好吧？石梦可以吗？我还没练好。石梦有点，石梦你不能这样，快石梦，你可以不用出镜，但是你就把声音唱出来，可以吧？我还没有练好的。那你就即兴来一个，我放音乐了。啊，你真的来呀、啊？来，石梦，把词给到你。对这儿凑近一点，麦在这儿，麦在这儿，准备啊，准备诗梦版本的。好，我拿着音响，准备，一二三，开始。咋个看到你就算不说的话变多了，奇怪但是都明明不是我的风格，爱偷麦哥你的笑让我魂不守舍，哪个晓得还会发生什么，那边吹那边好了，就到这儿。我跟你说反响非常好，你不是你上次唱给我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上次唱给我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好好来一个，你不要自己笑场，你现在有点怯场，你认真来一个，你认真来一个，不你认真来一个，我再给大家谋福利，我是给大家一个新的玩法，就是我们那天在商量，就是说微醺中间的这段用不同的方言来 rap， 挺有意思的，石梦唱那天唱出来给我惊喜了，就是惊喜到了，来石梦快来一个。怎么样？逃出云顶的月光，这个地方开始啊！好，大家打开歌词啊，看一下第二段的 rap， 准备开始啊！把音乐开大声一点点啊！准备。哎，你怎么给我换歌？我没换，你自己接的。来了。放声音，直接手机放。好，用这个来吧，来吧，还是第一段吧。你比较熟悉一点，怎么砍到你怎么讲？砸锅，你大声一点，对劲一点，来了，砸锅砍到你。不要笑场，开始。咋个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奇怪，太主动，明明不是我的风格。爱偷麦哥你的笑让我魂不守舍，哪个还会晓得发生哪事？垮了！你怎么整段垮掉啊？垮了！你怎么整段垮掉？啊？不是，你看大家的这个反馈，一致好评。那我教你吧。哎，这样，大家觉得诗梦的这个成都话说的好的？那个弹幕扣一，觉得诗梦这个成都版的 rap 微醺说的不错的弹幕扣一，你看，哦，诗梦你看到了吗？诗梦，看到没有？那我教你一句吧。那这样，我教你。想要诗梦再来一个的弹幕扣六，我教你两句。想要诗梦再来一个的弹幕扣六。选择性屏蔽我。我六六六六，你看。这样，你再来一个。我教你两句，你来好。从这个逃出云顶的月光就。你为什么不正面回答我？你先再来一遍这个位置，这一段你再来一个。逃出云顶的月光，好吧，你正儿八经来一个逃出云顶的月光，然后我跟你学一下这段。来，可以。来了，靠近一点，离麦克风近一点。好，有请诗梦的版本。等一下，来了，开始。逃出云顶的月光，它不懂是它亮着，寄居蟹变害羞，人浪漫不能错过。想让你看落进了我眼睛里的烟火，就这么浪费一整天到日出再日落。可以。那我教你吧。你可以，这个很不错。可以吗？我们那天想到的这个，我觉得挺厉害的。那怎么说？你来一个。邯郸话来不了。邯郸话咋不来？啊，那试一下嘛。逃出云顶的月光，邯郸话怎么说？逃出
逃出于你的月光是吧？逃出云顶，逃出云顶的月光。我教你两句，你唱四川话版本吗？为什么我在镜子里看我自己这么瘦，在我这在这个屏幕里看我这么胖啊？根本不听我一说话。来来来，你教我。来，我教你那一个。那我现在关掉音乐啊。嗯，我教你开头呢。开头呢？对，那个。逃出云顶的月光不行、啊。不，那个没有什么四川话的那个方言。好的。嗯。怎么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咋个看到你？你说咋个看到你？咋个看到你？话变多了。你慢点。咋个看到你？咋个看到你？咋个看到你？就忍不住的。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话变多了、嗯。奇怪，太主动。奇怪，太主动。明明不是我的风格。明明不是我的风格，嗯、风格，风格，风格，风格、嗯。明明不是我的风格。嗯。I told my girl。I told my girl，、嗯、你还叫我说英语啊？这是四川话版的英语，你这是个方言英语。I told my girl 是吗？你的笑，你的笑，让我魂不守舍，让我魂不守舍。哪个晓得还会发生啥子？哪个晓得还会发生啥子 ？Never say never。为什么要 never？ 因为这是方言。哪个晓得还会发生啥子 ？Never say never， 是吧？对对对，怎么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多了，哎，多了，多了，嗯，奇怪，太主动，明明不是我的风格，风格，哦、风格吗？对，还偷麦梗儿，你的笑，你的笑，让我魂不守舍，哪个还会，哪个知道，哎，哪个晓得，哪个晓得，还会发生啥子 ？Never say never。哇，很棒，扣一，快。给吴老板的语言点五扣一，太傻了。哎，但是配上音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你配上音乐来一个。我不要。这个就是发起一个这个挑战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方言版的，就是这个就是发起断片了。发起就是大家如果有方言版方。你不要乱说话，哎、你嘴瓢啊！就是大家如果哎有这个方言说的溜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好吧？就是用微醺中间的那个 rap 来，我们来整一些方言版的。大家要踊跃参加哦。好吧，然后我看看哪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我也去学一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像刚才那个成都话就不错，那怎么看到你？哎，咋个看到你？咋个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奇怪，太主动，明明不是我的风格，风格。很棒。怎么放？你跟音乐来一个。怎么看到你？哈哈哈哈哈！还不简单，好难。My love。咋个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奇怪，太主动，明明不是我的风格。哎，偷麦根儿，你的笑让我魂不守舍。这哪个知道？哪个晓得还会发生什么？可以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真的，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这个灵感的话啊，然后就记得录下来发给我看。我觉得好有意思。大家一定要踊跃参加哦！好，过这个话题吧，大家也不想听了，大家只想听诗梦唱。好的，我们过了，下一个话题。真是嘟嘟嘟嘟，沙滩上的平行宇宙呀，英雄就要被爱拯救。我老板在录新专辑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啊？你真的要这样一边问我一边说吗？啊，我在顺流程。不，我直接顺。哪来的流程？怎么来的流程？我怎么不知道？快分享一下吧，大家分享知道。假，你来来回回，要不来个邯郸话？邯郸话实在是硬的，北方这种方言硬的，我四川话就像了。四川话不硬。要不让李叔来一个，让 Jacky 来一个粤语版的，粤语版可以。Jacky 没在这儿。李师傅，李师傅搞不明白应该。
你是不是只能让乔姐来个南京话？行吧，过了吧，过了吧。好的，那南京话怎么来啊？让他说说第一句，我听一下。乔姐呢？乔姐第一句用南京话怎么说？逃出云顶的月光。还可以，逃出云顶的月光，逃出云顶的月光，唱快的，逃出云顶的月光，这把歌的调都变了，真的有点尴尬，让大家来吧，让大家来，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好，这趴跳过，跳过，那我们开始，大家在求我跳过这一趴，不好意思啊，都来了，尴尬到大，哎，你来了，那你来来一下，好，跳过了，逃出云，哎，来了。准备，哎，啊，你看啊，就这个速度，就这个吧。怎么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怎么看到你就忍不住的话变多了？话变多了，奇怪，太主动，明明不是我的风格。奇怪，太主动。奇怪，太主动，哎，讲变普通话了。好了，啊，退下吧。你去整。好了，我们跳过这一趴了，我们换首歌，不听这个了。来一首《拦路虎》吧。你怎么？我不接受点歌，我要自己放。大家很喜欢《拦路虎》。我也很喜欢啊，你这个挑事儿的人。大家想。大家不想。想听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录专辑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有吗？有，但是记不住了。啊？我问的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对啊，就是太多印象深刻了，但是都记不住了，因为他都已经。飘散在的时间的长河里。录哪首歌录的时间最长？哪首歌录的时间最长？祝你吧，祝你录的时间最长，祝你起码录了三天。那什么时候可以听到现场版呢？不知道呀。嗯，那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是我不说。你问我，你很幽默。快了，好了，我们认真聊天嘛，不要让石梦在这 Q 流程了，好奇怪。嗯，那好吧，你聊吧。我要走一点深情的感觉了，因为这首歌很深情。好，帮我把门关上。关门。有哭过的彩虹。回忆有风，头发被吹动，哒哒哒哒，也失去才完整，因为放手才等等昨日晴空。回忆有风，时间在不同。这首歌其实录的时间也蛮长的，这首歌录制的时间也挺长的，我应该进棚了两次吧。好喜欢我的眉毛，谢谢。我这个调是什么？那裤子有油吗？这个是设计，好吧？你看，它是不知道这它这个是这
这个是，这个是设计，不是油。怎么还能问我裤子有油吗？做过梦，因为失去才完成，因为放手才懂得昨日轻狂。声音大了一点，调小一点。对，大家有问题要直接说啊，像比如说音乐声音大了一些这些要提前说，不然我是不知道的，我是完全听不到的。蛋糕上面到底是啥？你说上次就是我发那个微博的那个，它上面是一个蜂蜜的一个脆的，类似于蜜糖的那样的，对，它是那个蜂蜜。因为我那天看有人说螺蛳粉儿，说是螺蛳粉上面的腐皮那个腐竹，我人都傻了好吗，朋友？那个不是。怎么会是一个螺蛳粉蛋糕啊，朋友？不要搞我行不行？那个是蜂蜜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蜂蜜块，它是用蜂蜜做的，是甜的，就像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像方糖的感觉吗？它是对比较脆的，那个我不懂叫啥。因为我很少吃甜品，但那个真的很好吃。腐竹味的蜂蜜，你们是疯掉了。石梦，给我一个耳机。昨日星空，给我一个耳机。哦，对不起，我没看到。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大声一点啊？这样好一点吗？这样有好一点吗？哎，这样有好一点吗？别戴耳机。它不是有个麦克风吗？这样呢？这样呢？好一点吗？OK。 昨日星空没有风，时间在波动。这样好一点吗？哒哒哒哒哒，
直播到几点？不知道哎，可能随时就下播了吧。等一下去吃点东西，然后这一根倔强的头发，它总是劈叉。晚饭没怎么吃，因为今天晚上不是要唱歌吗，所以我怕吃太饱了唱歌台上打嗝就很尴尬。你这个眼镜有镜片吗？没有镜片啊，没有镜片，它是一个装饰。它是我的一个保护色，眼镜不能摘，眼镜摘了就看不习惯了。想好吃啥了吗？还没有想好哎。今天没有时光约会了，今天也是周五。上一个周五时光约会收官了，时光约会二收官了。对对对，这周没有了。过得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就过了，播了12期。开摩托艇的是我呀。摩托艇把我差点那个摩托艇开太快了，风太大了，感觉开完一圈回来发际线都往后移了。这个发型叫什么名字我倒是没有想过，没有给这个发型起过名字，叫做随意弯曲发型。哎，没涂防晒，我不爱涂防晒，我觉得防晒太黏腻了，就是黏糊糊的涂在脸上，所以今天晒黑了一点，晒黑了两度。下一个音综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哎。为什么有人要给我介绍生发液的？我现在头发是不够多了吗？虽然我就是刚刚过了33，但也没有至于到要给我介绍生发液吧。我发量确实没有以前多，小时候发量多。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很好笑，那些年的一个评论，说小时候都想要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长大以后发现大人都没有头发。我这些评论太损了，多损了，太损了。啊，我在时光里面说过吗？不好意思，哦，是说过，我怕你们有人没有看过时光，我怕你们有人没看节目，所以我再说一下，分享一下生活中看到的一些小乐趣嘛。
老梗。和西林合作的那首歌应该快了吧，但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我也挺期待的，因为那个录完都已经好像有快小半年了吧，都几个月了，我也在等着呢。到底这首歌为什么录那首歌，回忆有风啊，回忆有风是专辑里的歌，朋友。会有游戏直播吗？应该不知道，游戏直播看心情啊，不确定。调整一下衣服。哇，这样看我瘦很多啊。拍的脸很胖，也不知道是喂虾米。小丁来了，小丁在干什么？小丁，一笑双下巴。我不至于胖成这样吧，不要再点宵夜了可以吗？你干嘛Jacky 你在旁边干什么？你不要让我抬头，我一抬头就看到双下巴。我不能吃了，我现在在用那个168，就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狂吃，干嘛？16+8有用吗？还可以啊，但最近没有保持。是16小时吃还是16小时？最近是16小时吃，8个小时睡。上镜会胖，现实够瘦了。我现在看镜子的话是很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个镜头里就这么胖。很尴尬。为什么这个歌会不换呢？他们最喜欢哪首的多呀？他们都喜欢，我也都喜欢。哪首？因为什么哪首？成年人都不做选择，我都要。我是觉得我个人是都喜欢的，因为风格不一样。嗯，是吧？什么？他录音？如鱼得水，忽然惊醒。哎，这什么在响？它没电了。是蓝牙的原因。知道。哎，哦，没电了。谁？哪个没电了？音箱没电了。要不我先充当这个音箱的角色。这世界像你。音响还能没电？我看一下。音响不放了。是坏了吗？这是人玫瑰，就等着你的香味。而我永远的另有点喝醉。心的心有去无味。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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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的路已经走过，踩过的泪都已经踩过，不错，刚好让我想过的福闯过的祸，心错的人和背过的过线了，青春结果，哎呀哎呀哦，哎呀呀哦，敢不敢哦，干掉上一个我，逆风转弯，逆风超车，别说舍不得。哦，拦路虎视，吃苦泥塑，看破在哟，唱不上去。想做就做，实话实说，想做就做，实话实说，焉知非祸，何必非要出力才反射行动，心事的人，哎呀哎呀哦哦，哎呀哎呀哦，他不要换身心头，人物重生活，逆路转弯，逆风超车，别说舍不得，看能不能唱上去哦，这个解锁新一个我，拦路虎视，吃苦泥塑，看破再打破，陪我别挡我的路，瞄着一个困惑，瞄着一颗糖果，瞄着就等我，瞄准慢动作，哦，就是那个推脱，就是新的我，破茧破土从头来过，我砍掉上一个我，迷路转弯，逆风超车，别说舍不得，哦，拦路虎视，吃苦泥塑，砍破再打破，陪我拦路转弯，逆风超车，别说舍不得，哦，拦路虎视，吃苦泥塑，天破再打破，陪我别挡我的路，哈哈哈。哦，这歌坐着唱不动，这歌还得站着，不然都唱不出声儿。不行，我要去学一些律动，不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动。谢了。别说舍不得，音响能不能用了？换一个呀，把充电的拿过来呀。别挡我的路。
祝你永远有人让着你，嘿，祝你永远有人抓破你，嘿，祝你活在一个泡泡里。这个是哪个的音响？是我床头的那个吗？那那个床头，在那个床头，在我床头的那个人是有线的。对啊，我床头底下不是有那个他的充电线吗？从来不想怎样，结果却是怎样。哦、是听你的，爱你的，娶你的 ，baby， 是你心碎，你一定没有问题。呼哦呼哦，让你笑，让你闹，让你喘不过气。看你累，看你飞，是我的祝福。呼哦呼哦，祝你耶。不是，因为这个我坐着唱不动，你知道吗？太高了。哎，祝你晒你炫富的逻辑，哎，祝你沉迷滑稽的玩具，拜托你有点正经的出息。为什么有人说我喝多了？我没有，我好的。我冷静一下、是听你的，爱你的，娶你的 baby， 让你心碎，你心里没有问题。呼哦呼哦，干嘛投诉啊？哦，不能唱了，要被投诉了。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才发现是干嘛？是哪个地方的？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小冲动。没事，我们因为现场唱啊。因为这个，因为我的这些，因为这个这张专辑的新歌，大部分都还没来的，不是还没来得及，还没有机会能够演唱，就是在现场还没有机会能够演唱，所以刚才就是，对，我现在自己听到这张专辑的。这些快歌，这些比较节奏感强的，这几首《祝你》啊，《拦路虎》啊，都会忍不住的跟唱一下啊。就像那天我那个，就像那天我看那个刚发的时候，大家说在被窝里，在被窝里，就是在被窝里唱起来了，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比较晚了嘛，发的时候是半夜十二点嘛。又怕影响到大家，又想要一起唱，是我也是那个感觉，所以，哎呀，期待现场唱起来，现场唱起来，放一首慢一点的吧。白天发歌吧，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定的吧，我也不知道呀，好像每次我都是在十二点的那个时间，年纪大了熬不住。是这样的，我觉得不管是晚上十二点发还是白天发，你都可以等到早上再听嘛。嗯，不要熬夜，如果有正常作息的朋友，好比说你睡得比较早，那你不要熬到十二点嘛，明天还是他一样在平台上的，他又不会第二天就不见了，对吧？还是一样能听到的吗？能不能祝你今年考研顺利？当然可以啊，祝你考研顺利咯，加油。啊，可以跳舞吗？主播不会跳舞，主播是一个木头人。
实体还没有弄好，实体还没有出来呢，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吧。一样一样来，因为毕竟是我全部我自己一个人弄嘛，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在摸的石头过河，一点点摸索，所以有一些呢，它的一些速度啊可能会比较慢，但我觉得，对吧？不差这点时间了，因为我也想要做的好一些嘛。然后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录出来的歌，录出来的人声可能不满意，要重录。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那可能这一版做出来我不喜欢，我可能又要再重新做。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所以没办法这个东西。主播能许愿吗？你跟我许愿，我又不是阿拉丁神灯，你跟我许愿，我要怎么实现你的愿望呢？我是张大大就能许愿，我不是，我主要接不住大家的问题，我也回答不出来。拖延症在哪儿？拖延症应该是这张专辑录的比较早的一首歌，好像按顺序的话应该是第三首还是第四首就录完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录歌其实讲道理啊，我觉得录歌好像没有什么趣事吧，应该算不上什么趣事，其实它就是录歌其实就是一个去找到心里对这首歌的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可能正常到录音棚，然后更多的变化是在每一遍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不同。因为你每一分每一秒想到的事情可能也不同。然后去找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会有很多的版本，然后最后要选哪一个版本，要选什么样的情绪，要选什么样的感觉。但这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趣事了，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可能每天录音停电啦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这种趣事，但是可能跟我说的不太一样。没有开始煽情啊，我只是正常的在说话，这怎么就变成煽情了？眼镜有点弯，我眼镜怎么弯了？我眼镜没问题。不要想要骗我把眼镜摘下，不可能的。
最近有高兴的事分享吗？我每一天都很高兴啊，我每一天都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来定义高兴的事情和开心，就是得靠自己来定义了。你的心态调整好，什么每一天都是很开心。朋友说他的愿望是见我，总会相见的嘛，来日方长。好羡慕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觉得我很幸运。也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谢谢你。你这个要求，这真是说哥能祝我发财吗？祝大家都发财，好吧？祝大家都发财，也祝我自己发财。主播怎么保养的？我看着像保养过的，我就一糙老爷们儿，我脸都不洗，朋友。哦，不对，我觉得不洗脸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皮肤的方法，因为用自己脸上的那个油来保养皮肤。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乱说的，你们不要相信，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做法。拒绝主播不洗脸，我只是早上起来不愿意洗脸，晚上睡觉前是要洗澡的，好吧？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主播有几件白 T， 我还真不知道，可能二三十件有吧，或者，但再穿的也就那么五六件，我没什么衣服，我就是那么几件衣服重复穿，白 T 就那么几件吧。主要白 T 很容易脏，脏了又不知道咋洗，就很麻烦。特别是喝咖啡啊啥呀，滴到白 T 上不好洗。主播眼镜是只有这一款吗？就是不只有这一款，但最近只戴这一款，不然戴着我怕给压坏了。所以我基本上出门会戴一副眼镜，有时候放在口袋里，这样我就记得到哪儿我都能记得我把它拿出来，别压坏了。生日完了啥？生日没完啥，就是吃了个饭。我其实不怎么过生日的。
看到我在台下了吗？我看到你了，今天你在第三排还是第四排中间那个位置吗？惦记我这个外套很久了，换季了，我这个外套都穿了一季了，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就是他们买的，我觉得好看，我就就是比较方便嘛，穿起来比较舒服，我就一直穿的这个。眼镜歪了吗？没歪，可能是放在衣服里，有时候它会压着。哒哒哒哒哒哒，看不见。我问的眼睛链接，眼睛怎么链接啊？眼睛这个东西还能有链接的？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眼睛吗？泪痣，泪痣是在哪里？哎，不是，我说大家的这个要求啊，越来越，你看这叫，有一个人说一边说话一边哼歌吧，朋友，我只有一张嘴。我怎么能够做到一边说话一边哼歌啊？好困了，我要睡觉了，晚安晚安。有朋友要睡觉的哦哦，我是说刚才我读了一个评论啊，读了一个那个弹幕。叫我困了，我要睡觉。我们单位招人吗？我们单位目前应该是不招人吧？我们单位，你这个问的。以后可以多直播吗？不好说，我也无法答应你。对，因为这个是直播，这个就是看心情的，想播的时候就播一下。答案之书翻的怎么样？答案之书我已经丢掉了，他的答案都不准确。呀，谢谢。谁给我送了个船？以尼送的，不要破费啊！你这个船看起来很大。哎，等一下，看不见。求主播的口红色号。我没有涂口红，我唇膏都没涂，我这是我这个红这个嘴唇是咬出来的颜色，平时咬一咬它充血了就红了。自己换了多少眼镜吗？不记得。换了多少眼镜？有时候每一个工作戴的都不同的眼镜，所以我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副了。应该有一些了吧？
播到几点应该差不多了吧，大概再播几分钟啊，不好说，可能两分钟，可能五分钟，一会儿就准备下了，也太晚了，我看好多朋友都说困了。主播可以帮我要一张胡夏的签名照吗？我目前没有，我回头帮你问问啊。喝凉茶了吗？还真的喝了，今天喝凉茶了。谢谢这个热气球，德金铜，好熟悉啊，好熟悉的名字，我在哪都能看到你，好像。北京的虾米是吧？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就见过你。谢谢，不要再给我送飞船了，好不好？这个东西贵不贵？他那个名字那儿，因为他只显示前面几个字，到后面就看不见了也就看不见那个全名了。我为什么胖都是因为你们，宵夜时间到了。诗梦你真的是，你是看不出来我的脸已经圆了吗？因为我都看你呀。我不要果汁了，你帮我点水果吧。我那里还有瓶凉茶，我还有瓶凉茶，没吃啥，点那个水果。你们这真的是，哎，好会抓住细节啊！就只吃一点水果而已，因为到了这个点了就不吃了，吃要胖。我好不容易才瘦下来，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第一期。
第一期去时光乐会第二季第一期的时候，我胖的呀，那真的是那个脸都这样了。第一期的时候，到第十，到第几期开始变瘦的？好像是到第九期还是第十期？反正是从那个，我第一期去的时候74公斤，74公斤。然后到第十期那会儿应该是65.5，就瘦到65.5。哎呀，谢谢阿狸阿狸送的这个是什么城堡？哎呀，别破费，别破费，别送礼物了，好贵呢。谢谢谢谢谢谢。怎么关掉这个？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出个减肥教程，减肥哪有啥教程啊，你是控制得住嘴是吧，管得住嘴，迈得开腿，他不就减下来了吗？你要运动然后要少吃，他就是这个教程，就是这样的，哪还有教程可言。不是，居然还有人让我出一些我衣服的穿搭链接，我可能出10期链接都是一模一样的吧。我看很多人在那个，我看很多人就是说我每次都不换衣服的，我其实真的没有不换衣服，我只是衣服的颜色都相近而已，好吧，你们不要这样诬陷我，老说我不换衣服，整得我邋遢死了。我只是衣服的颜色相近，好吗？好吗？好不好？白 T 还能换出个什么花样来啊？白 T 它不就是白色的吗？对吧？羽绒服也要送出去洗的呀，羽绒服也是洗过的呀。你们真的是很搞笑。灰色外套穿多久了？灰色外套就穿了3天。哎。有3天吗？今天没怎么穿，今天就是穿了一下而已，昨天穿了一下，前天洗的，都是洗的，都要洗的嘛。每次说的我都不换衣服一样，而且羽绒服这种衣服这种东西不就是它没有穿坏，它还能穿就穿呗，那能怎么的嘛。也没有不开心，这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哥，我最近被造谣了，哎，不见了，为什么被造谣？哦，但是因为共有很多，没办法撕破脸。哎呀，我觉得这个有什么，我自己的建议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要撕破脸的。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躲开就好了嘛。撕破脸的有什么好处啊？对吧？他造谣你，你会掉肉吗？对吧？我觉得没必要。你就看清他这个人了，就 OK 了。自己有一个判断就 OK 了。造谣要去撕破脸，嘴长在他们的身上，对吧？嘴长在他身上，撕破脸了能有什么好处吗？能对你有任何帮助吗？自己不爽这个事情，那就要靠你自己调整了，那就像开心不开心一样，那不取决于你的心态问题吗？你要心态好，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开心的，你要心态不好，那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开心。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我眼睛都花掉了，马上12点了，赶紧睡觉吧。好吧，各位朋友，让我们结束今天的直播，让我们下次再见，好吗？早点睡觉哦，拜拜。